回忆，追追追，大便一大堆，一大堆。很多朋友知道我是佛教徒，那么我也拜济公契父，啊，济公师父为契父。可是每一个朋友都常常问我，那你拜济公师父，你怎么跟济公师父沟通呢？我们知道台湾有很多的乩童，或是乩身，会借由神明上身，然后来告诉你一些事情，或者是替人消灾解厄。那么我拜的济公师父呢，他就有一个我非常相信的乩身。当然，有很多的乩身是骗人的，有很多的乩身是想要有所目的、有所求而假扮乩身。可是我要说我这个济公契父的乩身呢，我每次说他的事迹给别人听，很多人觉得很不可思议，因为很不可思议，所以我才很相信他。那么我去拜济公契父之后，我差不多没事就会去找济公师父，有的时候有事情，有的时候没有，只是求的一个心安。讲有一次晚上我心情非常不好，我已经忘了什么事情心情不好，非常非常非常不好，然后呢又没有时间去骑长途的摩托车，所以我那天晚上在家待一待，我就想那我还是要出去兜兜风，于是我就骑了我的小白牌的摩托车，就一般的速克达啊，小白牌摩托车，半夜我就出来在台北市到处乱绕。那已经很晚了，所以台北市呢路上也没有太多的车辆，那因为没有太多的车辆，能骑快的地方我是油门直接灌到底，所以我那个小白牌速克达呢，我大概在台北市那天晚上大概就是90到100亿的速度，这样乱飙乱飙。我突然经过那个忠孝东路的所谓东区，就是三段四段那个地方，我骑很快，而且那个地方的路很直，就是红灯跟红灯的距离很长，这样我骑超快。可是瞬间哦，你骑很快，瞬间你对摩托车有点概念的，你就知道当你骑得很快的时候，其实你的车子尾轮是比较高的，因为后面的动力在带，所以它往前推的力量，你的尾巴是比较翘的，所以骑的姿势会比较低一点。这样瞬间我骑得非常快，瞬间我的后面传来一阵酒气，而且那个酒气就是人喝酒进了身体里面，身体发酵所散出来那个酒气，所以非常好辨认，它并不是酒打翻了那种酒气，非常好辨认。你记住哦，我是骑摩托车介于90到100亿的速度，可是那个气呢，刚起来的时候我还觉得忠孝东路嘛，可能刚刚前面有一台车啊，车上载的有酒气的客人留下来的，也有可能刚刚路边有人喝过酒站在那边，然后刚好经过那个味道。可是没有，我过了两个路口，我前面还想说可能是这样子的味道，我过了两个路口，你就明显的感觉那个酒气是在后面，而且我刚刚讲摩托车速度越快你屁股是翘着，接着你就感觉那个车呢是尾巴越来越往后沉，越来越往后沉，越来越往后沉，而那个味道它就在这个位置，我还戴安全帽哦，就在这个位置，所以你瞬间就知道了，然后你就对着空气说好，师傅我知道了，你就把油门松下来。然后众多事迹之间我就以后慢慢讲，那我讲的这一个呢主要是呼应我接下来要讲这个。那么没几天之后，当时在拍的一部戏，有一天我们在台中的后里出外景，那天也是大结局的最后一天，拍完就杀青了，所以那天收工的很早，那天收工大概7点多吧，那天收工大概7点多，所以很开心的就上了车往台北走。那我开的车啊是宾士的 S， 就是宾士最大轮距最宽最稳最舒服的那个宾士的 S。 我那天上了这个车以后，我就想说后里耶，离我信奉的那一家苗栗后龙天化天广济公很近，因为至少是顺道。好，那我就想说，那我知道今天师父没有办事，没有降价，没有办事，但没关系，我经过嘛，我去烧个香这样。然后下了高速公路呢，右转，就要接省道的时候，有红灯，可是乡下地方哦，
七八点其实没有人没有车了，没有人没有车，所以我走那条那个连接道的时候我就速度还蛮快，然后到了那个省道的时候它是红灯，可是我也不知道哪来的这种不守公德心的想法，我瞬间就觉得啊没有人算了，我就直接不管红灯我就弯了，那那个路口没有拍照我就弯了，弯了以后我就跟这个进去里面拜拜，可是拜完以后我要出来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坏了，因为我常常去找师傅，师傅有的时候都会告诉你啊、哦、你下个月要注意什么，你下个月要怎么样怎么样，我离刚离开那个宫里面我就突然心想坏了，什么东西坏了呢？因为济公七父曾经在几个礼拜前他跟我讲过一件事情，说因为我骑摩托车我会快，我会什么跨线道啊什么骑超车啊什么，但是我绝对不会闯黄灯的人，我是绝对不会闯黄灯闯红灯的人。然后师父那有一天就是在那天的前几个礼拜，师父特别突然在我问事的过程中突然告诉我一件事，不要闯红灯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没有记得这件事情，但是就在离开那个宫里面才想起来，哎呀我刚来的时候闯了一个红灯啊，没关系吧，我才刚去宫里面烧完香，对不对，刚拜过师父，没事吧，好吧，好，接着我就上了高速公路，上了高速公路呢，因为那个时间点就七八点那个时间点还是有很多这个上下班的车辆，我开着开着呢我就看到最内线的车道没有车，于是我就切进最内线，切两个车道到最内线，可是一到最内线，一进入到最内线，你就瞬间感觉轮子滑了，你就瞬间感觉轮子滑了，然后车子就失控了，失控就直接往左边打，在那一个瞬间，在那一个瞬间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叫出来，这是我第一次吧，在那个瞬间慌张的瞬间，我第一次大声的叫出来，师傅救我。然后接着那个打滑，就有过车祸经验的人都知道，车祸发生是瞬间，但是对于当事人来讲，所有的动作你都看得清清楚楚，所以车祸的时候，我们说在车祸的时候，对当事人来讲是慢动作。我当时那车夸张到就是，简直像是在拍特技电影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还绕过一辆车，我还绕过一辆车，再往外，反正就是在这个动作中间，他往前开，我还绕过一个车。我还记得里面两个男女开始还没有看到。可是当我绕过来这边的时候，我看到两个很脸很惊讶的，这样，然后绕了大概两圈吧。非常神奇的是，他绕两圈以后，就像整个像特效一样，绕了两圈，然后我就靠近最旁边的那个紧急联络道，就最旁边不准走的那个紧急联络道，倒着逆向，整个车正正的停在那个地方，完全没有超出线，也没有碰到的那个边边的那个安全岛，就逆向停在那个地方。那是我这一辈子因为第一次因为意外而感到害怕，我真的怕到全身发抖，就所以当车停下来的时候，我其实刹那间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心里就告诉自己有点想哭的感觉，我说真的，我告诉自己说，好，冷静，冷静，冷静。那我现在该怎么办？我现在该怎么办？好，先抽根烟。好，我就拿了一根烟啊。然后想我该怎么办啊？我有很多电话可以打，我的保养厂，然后信用卡有提供这个车祸救援。我其实烟刚拿起来，刚点着，我就看到我的紧急应援道，我在紧急应援道上逆向停着，我就看到紧急应援道的这个前方，而且就是这一道，并不是别的路线，这一道呢，两个车灯。就直直的朝我开过来，我那时候心想，哇塞，你这要是撞过来我就糗了，我可能就没了。哎，结果他就慢慢到我前面呢，他就刹车了，刹车的这个瞬间，我的旁边一辆警车，高速公路的斑马警车，过了，然后车上的人下来，我一看，我车灯照过去，我一看是高速公路什么的紧急拖吊工程车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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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一切都这么刚好，我啪啪啪停好，砰，然后砰撞碰到路边，砰停下来没动，然后那个拖吊工程救护车拖吊工程车
刚好在我面前停下，然后警察刚好过，然后接着呢，这个人就帮我处理，然后帮我处理说啊，那没关系，我们这样怎么弄？他就把这个车要弄拖掉，所以把车开到前面，然后把怎么样把我的车拖，然后他就问我说，那你要坐你的车还是坐我的车？我说我坐你的车吧，所以我的车就在后面，他的后车台，然后我就坐在他旁边。我一上去呢，吴先生就叫了，接着我就听到他对话，我听到他对话，我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是高速公路的警察只要在路上看到的任何意外，他们一定要下来做笔录或做记录或什么什么什么。那高速公路刚刚经过那个警察呢，就看到这个拖吊车的编号，就无线电就叫这个人说，刚刚那辆车为什么违停，为什么是违规逆向的停在路边这样。然后这个拖吊车就跟他讲，哦，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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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因为警察已经过了，所以他就懒得回来再做笔录这件事情，做记录这件事情。他说，那人没怎么样，人没怎么样，车也没有怎么样，还是可以继续动，只是车主有点惊吓这样。好，那你现在回台北，哦，好，带他回台北，好啊，没事，就这样过。然后我就一路回台北。你说有没有这么巧的事情？所以如果你有拜公庙的习惯，或者是家里有老人家，我告诉你，有的时候生活中冥冥中间出现了一句牛头不对马嘴莫名的话，也许你应该把它放在心里，因为它可能就是对你的一个警告，而我没有听这个警告，所以发生这么多的事情。那幸好我有济公祈福保佑，所以这一切像电影情节安排的这个意外瞬间，让我躲过了一劫。从此以后，我就更不闯红灯。所以生活中的警告，你自己去感受。鬼影，追追追！